宋大机长今天辛苦了，来一碗银耳红枣莲子羹，补补。给我？嗯，坐呀，坐。谢谢。这么晚了还有外卖啊？ 人家夏至亲手给你做的，你快喝吧。你亲手做的？不，你喝吧。哎，我喝喝喝，保证一滴不剩，全都喝光。夏至，你简直就是厨神在世，太好吃了。真的吗？嗯，这么厉害吗？ 啊，我也没尝呢，我去尝尝。哎，我这太甜了，这甜点好，我喜欢喝甜的。真的吗？嗯，你等着，这锅都给你喝。 苏总，嗯，今天肖肖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肖姐说，没说什么呀。不是不是，肖姐说，他说让我告诉你。 就是今天飞机出故障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一开始有点紧张吗？记得不？我记得。然后我一紧张吧，我就莫名其妙发了个誓。如果飞机平安落地的话。 什么？我说，苏小妞到我男朋友那不行。说嘛，给个痛快话，到底行不行嘛？乐不乐意嘛？ 乐意，非常乐意。程潇，祝你工作进步，快乐开心。顾南亭，谢谢你送的花。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所以都买了，种类太多。
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，下次我不会再犯错误。是都不喜欢吗？看到你安然无恙的走出来，真好。在电梯里，本来我满脑子都是出事的飞机，但突然一个瞬间，我想到了你。结果，你真的出现了。顾南亭，我想见你，现在，马上。跟
屏住呼吸，慢慢靠近，别再抗拒。这独特的引力，再多一丝锋利，抱你在我的怀里，感受彼此温柔的心跳感应。再等会你没有租出去啊？再有20小时的经理时间，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。快要赶上你喽，谷教员。你这么优秀，一定会超过我的。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？来这里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。还记得断电那次吗？自从那次过后，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。知道啊。其实我也是。客舱部外加投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快点换啊！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。好的，姐。姐，听说这个月要晋升2名乘务长，肯定有你一个了吧？那还不一定。绝对的呀！这个月的绩效考核，你又是前三。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。客气什么嘛，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。齐玉，太谢你了，姐。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。为什么呀，艾经理？白金卡旅客赵先生，你还记得吧？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。不是，
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。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？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？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？对不起，艾经理，是我一时头脑发热，我一定好好检讨。不止这件事，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，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，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。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，号码一致。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专业能力再好，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，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。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，和你解除劳动合同。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，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。是这个吧，这个热量低。谢谢啊。你是？我是乔正宇，地勤部的。你应该很少见到我。我是李宇恒，客舱部的。你好。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？好像来了。告诉我呢，谁开的 party 啊？这么神秘。一个同事，你很熟。让我们看看谁来了。陈香来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今天的主角是你。为什么？从单飞开始到现在，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，积攒了3200小时精力，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。来这个，好，拿，拆开看看。程香，经公司批准。从明天起，你将正式被聘为陆州航空的机长。陈机长，以后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，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，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，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。好的，郭教员。来，敬咱们的程大机长。敬程机长。程机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机长，对了，还要送你个东西。
还有礼物。哇！赶紧给戴上呀！愣着干嘛？戴上！对呀！这第四道杠意味着什么？责任、专业、知识、技术、责任。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，那么再好的专业、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。选择了飞行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，我时刻都不会忘记。程机长，舱门都已关闭，驾驶舱已经准备好了。申请推出快车。Thank you.
是，我婚纱这么慢呢？你着什么急呀？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，这速度比飞机还快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，婚车都买好了。这可不是预谋啊，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APP 上下了单，南丁哥同款。哎呀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。那倒不能，夏夏说了，还想多飞几年呢。 那是想黏着你多飞几年。新娘已经换好了。是别的吗？就定这套吧。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。是吧？挑着搜我，明天吧。我想要在上面游泳。宇恒这套也很好看。哎呀，我都有点后悔了，没当伴娘了。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，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。就是啊，万一你到时候要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？开什么玩笑？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。小姐，这事儿定了吗？南亭最近两个月都在参加 D191的改装，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，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。我也想飞一下 D191，现在报名来得及吗？好你个算鸟，不接。我不飞了，我不飞了，专心筹备我们俩的婚礼。哎，小姐，帮我拍张照。以上呢，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 D191的性能和配置。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，非常震撼，也非常的严谨。关于 D191的安全性认证，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。我敢负责任的说，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。飞行部的评测呢？最近两个月，飞行部包括我在内，总共三名教员参与了 D191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。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。D191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，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质控标准。真想不到，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，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，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。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。今天，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。是，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，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重大。它代表的是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。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。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，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。顾部长、梁部长，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，加紧改装培训，争取 D191首航日，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徐总。南亭，首航的机长，你当仁不让了。我会全力以赴的。预祝你们成功。
怎么自己去逛了？要不要我来陪你啊？没事儿，正好今天有朋友约我，你跟宋宋忙去吧。李宇恒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我叫乔振宇，地勤部的。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？啊。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？我就是路过，还没想好呢。你呢？哦，我今天休假，出来溜达溜达，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。要么一起。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，我们下次再说吧。没问题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。那我们看看。啊，好。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你好。七点。没问题，我可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签派通知我要临时换班。理解，马上小长假了，公司肯定人手不够。那你快去忙吧。好。下次我请你吧。好。拜拜。等久了吧？你不用专门到公司来等我。我看到公司发的引进国产飞机公告了，首航机长定了吗？是你吗？嗯。公司决定立刻选拔D191的机组成员进行改装。那我报名，我要做首航副驾。你可以报名参加改装，其他的就要看你的改装训练成绩才能决定了。哼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？你不会因为任何人情、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原则。放心，一切靠训练成绩说话，我会堂堂正正的坐上首航的副驾。嗯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去哪里啊？我妈家可以吗？就见家长啦，这么快？那我们就下次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可想见秦阿姨了。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走吧走吧，先去超市。啊，先去水果店。南婷，有这么还下棋呢？你带女朋友回来了。妈，哎呦，这是陈潇，秦阿姨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他突然说要来见您，我也没给您准备礼物，但听说您爱吃山竹，我就买了一点山竹。哎呦，你看这太客气了，还准备什么礼物？来就好。那赶紧洗手吃饭吧。好，妹妹。怎么回事啊你？啊？前一段时间让你带他到家里来玩，你老是犹犹豫豫的。今天又给我突然袭击，弄得我措手不及。你看这多匆忙啊！妈，
这还叫匆忙？这么多菜了？都是外卖，不一样。哎，来来坐，来坐坐坐，来坐这坐这。哎，阿姨，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的，您记得吗？记得。上次去西安考察D191原型机，你是机组唯一的女飞，印象很深。不过你穿便装更漂亮。哎，对了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们陆航买了2架D191，南婷是首航的机长，我也报名参加了改装培训。哎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不过挺好，挺高兴，等着看你们俩飞国产大飞机。妈，D191的试飞我也参与了，各方面都很出色。好了，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投入商用，某些人又该劝我退休了。哎呀，等机型出了新的型号，估计有些人又闲不住了。行了，程潇该饿了吧？还好还好，阿姨您手艺太好了这。嗯，当然，这些菜都是我没吃过的以前。哦。嗯，因为你来了，所以特意做给你的，多吃点。来，您吃。实话实说，今天太匆忙了，我叫的都是外卖。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下次我给您做。感受如何？从模拟机到本厂，这大飞机感觉一点都不比波音差呀。别看他是个新生儿，体格可不弱。但还是有很多人质疑，说好多部件都是国外产的。国产飞机能把所有的系统和部件设计整合到一起，且匹配完善，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。而且听倪战说，3年内D191的下一代就会装上100%自研的发动机。并且涡轮叶片已经通过了振动疲劳测试。哇，太酷了！我们的大飞机终于能拥有一颗国产心脏了。对了，根据改装的成绩，你可以担任首航的副驾驶了。什么时候定的？今天上午。那你不早告诉我？顾部长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有没有以权谋私？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有这个实力，当之无愧。这个我知道。7天后的首航往返北京，这一天也正好是陆航成立17周年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跟我说公司打算买国产大飞机的时候，我就想着首航那天你坐左座，我坐右座，我们载着满满一飞机满怀期待的男女老少，让他们都亲身感受到，我们的飞机是最棒的飞机，我们的飞行员是最优秀的飞行员。融入你专属的苦。
空云里，慢慢靠近，别再